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下午好，大家下午好，我是小梅。Hello, hello. 来来来呀， yeah, 看到了。Hi, 这个灯光好像看到我有点黑眼圈，对不对？大家不要去理啊，因为我后面放了一个青色的这个布景，然后过的时候就看到整个人好像 有一点暗这样，因为挡着那个光。不用紧了，我感觉画面也是很美的。Hi, hello, hello, 大家下午好，有没有人进来呀？哎呀呀 ，Hi Ken, Hello Jason, 我看到马上就把它 share 出去的。这些呢，就是每一天都有关注4:30的，所以就自动自发就把它 share 出去了，对不对？要make sure我讲的是好料才 share 出去 ，OK？ Hi Jess, hello hello, 哈，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嘞？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嘞？哎呦，讲这个东西哦，讲这个 topic 哦，讲这个，我跟你讲，我讲三天三夜哦，都讲不完呢。所以为什么其实我都一直都在讲，应该是讲我一直都在讲这个 topic 的，现在讲的都是好料，谢谢你。 Hi, Hello Alex, Hi, Hello Alex, 我看到你的 live 啊，健康健康最重要，健康。 Hi, Hello, Hello, 赶快 share 出去。 OK,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Be 国际三言两语，我停留在三言两语，我要讲的就是我要讲的就是三言两语我都讲不完。但是呢，我就是要挑战自己哦，怎样哦，三言两语能够让大家很简单的很清楚的知道 Be 国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机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公司，然后很多人对 Be 国际的这一个认知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正在做 BE 的，肯定对我要讲的这一个内容是非常熟悉的。如果你是新人的，然后你是一个不知道啊，就看到这个 live 好像很可爱这样啊，然后你就走进来看了，对不对？这样你就不要滑走了咯，对不对？一定要 stay 在这边，因为接着下来跟你讲的东西一定是跟你有关系的东西，一定是你喜欢听的东西。因为呢，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疫情的这个笼罩啦，从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追溯回去的话呢，原本感觉是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追溯回去呢，就好像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了。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一个疫情的这个笼罩之下，陆陆续续已经来到了超过马来西亚 lockdown 了。昨天有人 update 我，已经 lockdown 了500天了，我的天哪！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这样啦。然后呢，我的性格是很特别的。我的性格 ，Hello Hello Hello 凯莹 ，Hello Kelly， 我在想回我的性格。我不是不知道我们 lockdown 很久，我不是不知道哦，就是我知道。然后我也不是不知道，疫情正在发生，我也是知道。但是呢，我就是那种 ，OK， 我看到今天的 number 了，11000、12000、13000，我看到这个 number 呢，我就是 OK， 要提高自己的这一个照顾好自己的 SOP， 提高自己的警觉性，然后不要随出去的话，不要摸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出去了。OK， 然后或者是好像佳姐有出去买一些东西的话呢，做一些 grocery shopping 的话呢，我就一直提醒她要带 mask 啊，要穿好这个 face shield 啊，然后过到一回来的话要马上冲凉啊，不要逗留啊等等。OK， 我就做好这一些 SOP 警觉性的一些 awareness。precaution 啊 ，prevention 的东西，我不会太过哟，惨了啊，很紧张，他讲我都不，我没有这样子的，我知道你的性格，所以我是不管3721呢，哇，今天15573哦哟，真的是太棒了啊！如果15573是收入多好，对不对？明明就是同样的数字，为什么呢？一个数字让我们非常的担心，一个数字让我们非常的兴奋，对不对？这样如果你觉得这个是15573是你的收入的话，你会开心一点的话，就把每一天的数字当成你的收入的成长 ，OK？ 哈，如果今天你是做 BE 的话呢，你绝对是有这个机会的，让这个数字变成了你的收入，哈，绝对是有这个机会的。这个就是 BE 国际的这个机会，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BE 国际。到底我怎样能够在三言两语让大家很清楚很简单的知道对 BE 有一定的这个认识，我就从几时开始讲你知道吗？我们就从我们2017年开始讲。我的天哪，2017年开始讲的话，我就要你知道吗，一天一个 story， 一天，哇，其实真的我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要怎样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了解 Be 国际这个公司是一个怎样的公司，这是一个怎样的机会，到底你要怎样在里面体会我们所体会的文化，让你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积极，然后这样子的这个状态，然后每个领袖呢为什么好像跟其他外面的领袖好像不一样，这样的很简单的，你现在就直接带这个 Facebook 的，你就 search BE International 或者是 BE Legends 连在一起哦， BELEGENDS BE Legends， 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 page 哦，你从我们的最第一个 post 哦，你从第一个 post 的那个照片哦，一直看看看看看看到今天，你没有时间看文章不用紧啊，你看照片就好了，你看照片啊，看照片就很足够。我们每次讲嘛 ，picture speak a thousand words 嘛，对不对？看照片就足以让大家去感受得到，到底 BE 是一个怎样的公司 ，BE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怎样的一个讲的一间怎样的一间公司啊？所以我要从哪里开始讲？我就从 founder 开始讲吧。OK， 所以如果没有 founder 开始，我们 Be International 的话，就绝对没有 Be International， 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从 founder 开始讲，三言两语讲啊，因为 Be 有很多东西要讲了嘛，我都讲了三天三夜，我都讲不完哦。佳姐就跟我讲了，你挑战一下三言两语啦，我讲真的是挑战了，我的天哪！所以我要讲三言两语讲不完 ，OK？ 不是想言了三言两语讲得完 ，OK？ 再继续讲，从我们的 founder 开始讲啦，从 founder 成立 Be 的第一天，这一个关键是很重要的。成立 Be 是以传销商为主而成立的。BE 是一间以传销商为主而成立的一间公司。我们的三个 founder， 我们的 founder， 然后其实他们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在他们的事业里面，在他们的在事业都已经是属于人生非常成功了，已经有一定的成就了，根本是不需要去开始 BE 这间公司。但是因为有18个 founding leaders 跟着 founder 相信传销的这个机会，传销的这个机制，所以 founder 开始了这个机会，开启了 BE 国际的这一间公司。所以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一班人呢，我们已经合作了超过10年，有一些已经合作了20年的，我们当中啊，我们这18个跟 founder 一起的，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是一间新的公司，是我们一群人已经合作了超过10年以上了。所以超过10年呢，我就能够告诉大家，你看啊，一段关系啊，一段友谊，或者是夫妻关系，或者是家人的关系，任何的一个关系啊，能够超过10年、20年，它已经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然后这10年，它有很多的经历啦，它有什么甜酸苦辣啦，然后它有这一些。有起起落落啦，他不一定未必是全部都是好的，你知道？他有很多的经历啊，大家要一起去经历的，要一起去 go through 那个 process 嘛。所以你想象这一群founder 领导着我们一起去开始 BE 国际 ，so 我觉得这一个就是大家在选项这个机会哦，首要应该要看到的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啊，别的公司我真的不了解啦，因为我也没有去特地的去 study 其他的公司啦，其他的我没有，对我来讲，其他的公司就是其他咯 ，BE and 其他样子啦。所以我的这个是有一点笼统啦，但是的确的，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 BE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会。你看我们的 founder 每次哦，一个老板啦，我讲一个老板啦，老板哦，应该都是跟我们讲钱啊，讲业绩啊，讲做大啊，讲赚钱啊，应该是这样的嘛。但是我们的 founder 哦，你知道吗？你们如果没有进来的话啦，你们只是经过今天滑过听我讲的话啦，讲真的，你是感受不到我所感受的东西的。所以你听完了过后呢，你可以去 Be International 的这个 official website 去看，甚至去看我们 founder Mr. R 李学生，我们的 president founder。然后去看到底我们的这个 President Be International 哦，他的 Facebook 哦，他写的 post 哦，常常都提醒领袖哦，三个 H， honest， humble， hardworking， 三个 H， 所以要成为一个有诚信的人，要谦虚，无论在自己什么情况的话，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然后要勤劳，不要因为今天有了收入，有了组织，然后忘记基本功。然后要协助那个手啊，要伸到啊最下面的那个领袖哦，去协助。founder 每一天都在 group 里面提醒我们呢，
每一天呢，今天早上又在提醒我们，今天早上啊，我们就在我们的 group 里面就有 topic 啦，我们每天都有 topic 啦，其实，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跟非常卓越和非常成功的人物学习啊。我每次都讲人物哦，因为人物就是撇开自己的利益，撇开自己的利益而去造就这个社会，去回馈这个社会，所以叫人物啊。所以我们的 founder， 我真的是可以用这一个来形容他们的，他们真的是 BE。好，我每次有讲到 celebrity founder， 我们的 founder 啊 ，Mr. 李学生，然后我们的这个 founder 女生，我每次讲女生，我们的上线啊，慧君。所以你看到他们都是以整个 BE 的大成功，然后以整个回馈社会，然后怎样协助新进来的领袖为主要的这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根本啊，一直去提醒我们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啊。然后我当然一个好的公司，我们的 founder， 我们的创办人有一定的理念，有一定的 vision mission 带领着我们开始成立哦。所以你想想，我们是从马来西亚开始啊，这再给大家看 founder， 看到吗？在人群之中，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一点，它的光芒是无法掩盖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照片啊，真的分享不完的。我们从马来西亚开始，然后到我们去到新加坡，这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一个分行的这个开幕。你看我们的 founder 是亲临现场的，可不可以交代给啊 staff 啊，交代给 management 啊，啊任何的人去做，可以的，对不对？事务这么忙啊，但是我们的 founder 都亲自去到现场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你看呢、啊，我要再找一下。我们文莱的开幕，刚才我也是有 save 到去哪里、啊？我们文莱的开幕，我们的 founder 也是飞到去，你知道没有？早上最早的飞机啊，早上最早的飞机啊，飞到去文莱啊，因为文莱的那一场的这个开幕呢，我记得哦，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呢，因为当天呢，我是当天的这个其中一个讲师，跟着 founder 在现场哦见证，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你看。然后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这18个 founding leaders 的照片的，要给大家看啊。哎呦，我没有看到那个 Brunei 的这个 ，OK， 我给大家看。你看一间公司没有 Brunei， 那这个是我们是从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文莱啊 ，founder 也是亲自飞到去文莱啊 ，founder 是亲自飞到去文莱啊，我在现场啊，有照片的，我刚好没有修到，我刚有道路下来，不知道去了哪里。然后这个是香港，所以你看照片很多，我跟你讲，我的照片哦不是用 pen drive save 的，是用三个 hard disk 来 save 啊，然后每一个 hard disk 都是用 tera 来计算的，夸张吗？我就是太爱拍照片了，然后 video 啊等等，我们就是存档所有跟 BE 的这些都是历史的记载啊。然后你看这个是香港。哎，2020年5月27号啊，大家知道吗？这个是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那个时候是很动乱的时候，如果香港知道香港的这个新闻呢，那个时候呢，在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治啦，香港的这个局势啦，还没有疫情啊，还没有疫情之前就已经有点乱了的啦，那个局势。然后在后期呢，再加上这个疫情呢，然后我们呢、啊，我跟你讲啊，我很可爱的，其实我每次都是。这样多个房顶里面，我觉得我是很好笑一下的啦。我每次都问啊，上线，这样乱哦，真的要开始香港吗？还是要看这些？我就这样问房德咯。然后你知道房德回答我们什么吗？哎呦，那个香港很乱，就给他乱啊。我们进去就是要帮助那个市场的人吗？我就讲哦，哟，香港这样乱，有很多人移民哦，有很多人离开哦，全部人会移民咩？留在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要帮助的人吗 ？BE 已经有领袖在里面了嘞，有人相信 BE 了，有人开始在那边分享了，甚至我们已经有皇冠了，有系统委员了，哪里可以做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哦哟，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觉得啦 ，BE 要开啦，但是也不急着在2020年 pandemic 这个时候这么乱开嘛，I mean 这么乱的时候开嘛，对不对？也是可以看这些的嘛。但是 founder 啊，在那个时候飞不过去啊。哎，其实也不能讲飞不过去啊，机票我们全部也已经买了的啦，准备要飞过去都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啊，都没有想到疫情，所以我们的酒店呢，我们的机票那个时候也是崩掉的嘛。所以你想象那个时候香港的时候，直接线上 online 啊，线上开幕啊 ，founder 也是亲自讲这一个亲自讲这个线上哦，跟大家做这个开幕典礼，然后呢过后呢就印尼。你想象啦，一波接一波，然后就到印尼，
我们印尼呢新鲜热辣，对不对？2021年4月3号，就是现在还在2025，才7月不到，我们的印尼才刚刚开始进入第三个月。哎，在 pandemic 哦， you know pandemic 很多公司都在 cut cost， 都在想要讲保住那间公司，讲 survive 下去，然后很多公司都在想办法要怎样。然后呢 Be 国际呢，是我们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香港、印尼一直不断的在开发和扩展。然后呢你想啊，然后这个星期六呢 Be、我们的 founder 也会见我们的这一个 Be Awesome 的这一个 top 10 的这一个 achiever 啊，亲自见他们哦。所以你想象啊，虽然在线上，我们的这一个，我觉得这个就足以大家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一个，包括我们的三位 founder 的这一个诚意，在成立 Be 到底是给我们一个，到底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当初一开始 Be 的时候，是让所有有梦想的人轻松创业，让所有相信传销的人，让所有相信这个正统直销的人有一个家，有一个归宿。这一个是真的哦，真的哦。而且哦，不是听我们讲什么，是看我们的 founder 做什么啊。然后你看陆陆续续我们就要四年了，下一个月8月份我们就要庆祝这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B， 就是要4岁了，你知道吗？你看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选择。你看啊，如果以前啊，我讲我以前我是一个工程师要讲去找工，毕业出来，我们不是毕业出来才找工哦，我们是一毕业的时候啦，我们就开始还没有毕业 我们有 training 的嘛，我们有3到6个月的 training 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 training 的时候哦，我们就在做什么，我们就 search 啊那一间公司啊，那一间大公司，我们都知道 engineering 啊 semiconductor 一定要进到这间公司，一定要进到 Intel 啦，啊这个 Panasonic 啦，一定要见到这几个啦，日本的公司啊，美国的公司，福利局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 survey 公司，尤其是大学生大专生。现在在外面的有很多的大学生大专生一毕业出来就失业，对对，毕业等于失业，完全零就业机会。但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最厉害的就是 survey 那一间公司成长，那一间公司最好，那一间公司最有前景，那一间公司可以付托终身，那一间公司可以值得我去求职嘛，对不对？这样今天你不用找了，你就直接找 BE 就对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因素，够力。第一个因素罢了，我就讲了17分钟，我要讲6个因素，我今天原本要跟大家讲6个因素的，我是留在 episode 2、欸、所以我不能三言两语的，我真是三言两语讲不完的，因为 BE 带给我们的感动太多了。你真的不要讲我卖花沾花香，真的自己，我们用数据，我们用心去看啊，一个陌生人啊，一个路人甲经过啦，你不用，你没有心去看的话啦，你看数据，你看事实，你看报道，你都可以看到 something 嘛，对不对？你看不到 something 咩，对吗？看机会真的是分六级奖，我的天哪！所以真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哦，我再继续了。我觉得公司的这一个就是真的是啊，我们的founder真的是每一次都是亲临现场了，我觉得真的是啊，这一张照片呢是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咯，就是我们这18个人哦。跟 founder 一起开始了，你要看这张照片就充满了，你看所有的这一种，所有的感动，所有的这种回忆，我跟你讲，排山倒海，就是所有的这种回忆啊，排山倒海的在那个头脑后面 flashback 啊，我们有的这四年的这个记忆，还有我们跟 founder 过去的这10年的这一些，所有的这一种一起合作啦，一起共处啦，一起走过的这种，真的是一起走过的这些日子啊。这个就已经很足够让大家认定 BE 是一个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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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机会， BE 绝对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我每次都讲了，有点夸张的讲，不过也是事实的讲，就是百年难得的机会，百年难得的机会，哪里有在市场上遇到像我们这样的 founder 呢？是不是没有？哪里有是市场上遇到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成立公司的这个故事和理念呢？真的没有的。所以啊，真的，你看 ，OK， 好，继续讲。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选择好的一个机会，除了公司的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 backbone 的一个 support 之外，然后我们一直在开始啦啊，你看给大家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也是要给大家看的。OK， 这个也是要给大家哦，原来是要 delete photo 了，过是它才可以继续的可以重叠那个照片 sharing 的。所以你看哦，我们给大家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从开始租。我们租我们的这一个 HQ， 我们租的到我们拥有自己的这一个在 Bukit Jalil Lindu 我们自己的 building 哦，看到吗？是不是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其他外国的领袖，也许你没有来过马来西亚，今天可能你是因为你是台湾的领袖啊，你是 Australia 的领袖啊，你是印尼的领袖啊等等，你是别的国家的领袖，你完全没有来过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总部吗？我就给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 Be 国际的这个总部。所以单单看总部就是很美啊，这不是虚拟的啊。你去到的话，我们线下的话，我们就是在这里活动呢、啊。我们从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人数哦，我们活动的人数哦是以百啊三，就是一百啦、两百啦、三百的来计算哦。到我们的活动人数，看到吗？2018年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在我们旧的这一个 HQ 拍的，看到吗？已经满到去后面的那个 lobby， 然后在那个电梯，然后在那个楼梯都有人听了，你知道吗？然后在旁边有书绕啦，旁边有厕所啦，厕所的 corridor 旁边一点点都站满人的，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是2018年哦，我们的这个我看应该是第三场会议过后啊，哎没有没有，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开始营业了过后呢，我们的那个会议人数就一直增加了。然后当初当然我们的那一个资源，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多数都是华人领袖嘛，然后我们也是有族同胞的，他们都是坐在一个 corner， 然后我们用 SIS 来做 translation 的，然后讲英文的啦，讲马来文的，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四个语文，哎没有没有，有五个语文了啊，有广东话、华语、马来文、英文，还有就是印尼文的这一个五个语文的这个线上会议啊，你想想几夸张，我们的这四年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夸张的。所以我不要讲感情啊，我讲这个数据就好了啦。人家每次都讲小梅啊，讲感情啊，讲就是 B 友情，当然友情咯，有你明白吗？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然后你看2020年了，我们的这个会议啊，你这个是其中一个会议厅啊，已经满到另外一个会议厅，也是满到中间的那个门啊，要打开那个楼梯那边招厅、啊。现在哦很好，又有线上，所以你想象我们真的是比一直成长，你想想一直不断的成长的一个机会，就是一个让你值得去看的一个机会嘛，对不对？你看了一个机会，难道是一直没有一直成长的呗？就是要一直看成长的吗？你看我们太夸张了吧，你看是不是？我真的不夸张嘞，这个是我们应该是两年前了，我看我们最后做活动都是两年前了，线下你看这个太夸张了，这是我们其中一场这个 VBAS 来的 BAS 哦， VBAS 哦，就是 Ambassador 以上哦来到现场哦，全部都是 Ambassador 有聘接哦，都才能够来到现场，几多你知道吗？哎 BEO 是一间新公司哦，四年也算新哦，我们的这个成长，我们的这个人数的这个进人的这个人数，然后领袖的这个提升的这个人数，这一些都是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些 factor 哦，让大家哦，你可以找到，如果你有在现场的话，你找到你自己在哪里吗？哎呦，人多大，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对不对？真的很夸张，所以我讲哦，不是普通的夸张，是真的是很夸张，对吗？所以我们要看哦，我们真的是用理性分析，我们用理性分析，看这个机会是一个怎样的机会。再来了，我们另外我要讲的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公司。然后我们的这个成长，我们的这个人数的成长，一个成长性的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一直可以成长，它有很多主要的因素，我们就简单的讲六个因素。其实这六个因素你都可以在任何的一个 live， 都可以通过任何的一个领袖都可以跟你分享的。今天如果来得及，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我就先讲我们的 OK， 我们的产品啦，我们的 Aurora Bands 啊，我们的明星产品啊，就是因为有我们的产品哦，其实这是其中一个产品哦，其实 B 现在已经有好多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因为好的产品为那一个基础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也有在我之前的 live 有提过了，一个好的产品能够让顾客对我们有一定的相信，市场对我们有一定的回响和认同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是领袖，我们自己讲好是不够的，是要让顾客也很喜欢，是不是？然后我们有很大部分的领袖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做 BE， 就是因为他们原本都是我们的顾客，然后用得很好，然后开始跟我们一起做 BE 的，然后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见证。然后我们的产品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部门，就是我们的这个product 的这个 R&D department， 对不对？就是去专注的去开发全世界的这个好的产品，然后带进来给我们。所以我们有的产品都是很独特性，然后很特别的。你看我们的许若多的那个成分就是 IBBA1 的这个成分能够有效的激活我们的这个 microfresh， 然后我们的 Alora Pen 是一个科技的布料，科技的裤子，一个布料怎样可以科技呢？能够让我们呢可以穿着，可以哦，一穿着，只要你穿着就能够 reflect， 通过我们的温度 reflect 远红外线，让我们的身体提升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只要血液循环好的话，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这个指数，免疫系统的这个指数会提升。所以你想象这个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个产品？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的产品呢得到这个市场的这个回响，然后这么多的顾客喜欢，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见证，非常夸张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的产品真的占了非常重要的因素，让我们在开拓市场去到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你看啊，我们的 Aura Bands 是布料嘛，所以我们能够让我们哦很轻松很简单的能够通过这一个产品呢开向全世界。你们知道吗？其实哦，我们的这一个 Aura Bands， 我们的 Aura Bands 已经开发了，已经去到了90个国家。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开始去了30个国家，我们就觉得哇很顶，你知道吗？因为是布料嘛， Alora Bands， 然后我们的是黑就是布料啊，就是布料，我不能这样讲，然后就很容易的寄嘛，对不对？很轻嘛，寄去 Australia 啦，寄去美国啦，寄去乌拉圭啦。哎呦，你知道吗？我就是因为 BE 有认识很多地方名，你知道吗？我也是因为 BE 有做 BE 的这个过程呢，我就认识很多的国家，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 Ria 这个地方。我也是因为做 BE 了过程我才知道有 Ria， 因为我曾经把 Aura Bands 寄去给 Ria 的这个 Nurse 要买 Aura Bands， 所以我们也是通过 Aura Bands 哦，然后认识了很多国家的这些顾客，结善缘，做朋友，然后开发组织，然后他很喜欢，然后就介绍他的这一个同一个 ward 的这一个 service， 同一个 ward 的这些同事和 nurse 啊，在 ICU 的这个 nurse 啊，他们每次都要这个就是要就是刚这个病人呢，因为很多在 ICU 的这些病人都是已经就是比较不能够在活动不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搬啊病人，然后有些是很重的嘛，所以就扭伤了很多的。那时候原来都有腰椎还、和这个背痛的这个问题，还有膝盖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做急救啊。所以我就是因为接触了这班那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 Aura Bands 能够帮助他们这么多。你知道我的这个在这个 Ria 的这个 nurse 的朋友，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他没有一天不可以不穿 Aura Bands， 没有一天不可以不穿了。为什么？因为这个 Aura Bands 对他的帮助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能够让他每一天你想象他每天上班，然后回来休息穿这 pants， 然后他能够 recharge 他的那个活力啊，然后年龄啊，人的年龄会增长了嘛，对不对？而且就工作是很疲劳的嘛，所以他讲我们的裤子实在是太好太好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分享给他身边的人，然后陆陆续续也把裤子继续 react。继续不同的国家有吗？有吗？然后你看我在前两天我才 share。这个 post 我们的这一个印尼的这一个也是武术选手，武术冠军哦，印尼他在曾经比赛的过程，他其实没有脚太过受伤，但是他就不能蹲，也不能够做很大弹跳啊。你想想，对于一个武术选手哦，已经运动了这么多年了，弹跳啊打啊，你明白吗？就是那种练功啊，然后教学啊，是一个 coach 啊。然后能够示范给他的学生看，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荣耀感来的嘛。但是哦，
但是就是因为哦，因为年龄啊，所以脚就不能够太过用力，然后也不能够太过弹跳，然后不能够蹲，穿了 Aura Bands 哦，能够做高，做回以前啊高难度的动作，可以跳啊，然后可以蹲啊，你知道吗？他拍那个 video 很兴奋的 share 在 Facebook， 你知道吗？我有 reshare， 你们可以去看。你可以想象一下吗？我那 bands 哦，到底帮了多少的人？连世界级的这一些运动员哦，都很喜欢这一些。他们呢，我们有一组啊，都是啊这一些啊 gymnastic 啦，然后这一些这个打羽球的啦，然后武术冠军呢等等啊。为什么这些运动员他们呢都很热爱我们的 Aura bands？ 因为呢，真的是能够协助那个啊这个脚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血液循环呢，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一个好的产品很重要吗？很重要，能够让我们很简单的把产品分享出去。所以在 BE 要做的东西就是简单的东西，重复不断的做。所以你能够分享产品，把产品分享出去，把人牵进来，你就能够做 BE 了，是不是很简单？把产品分享出去，把人牵进来，就可以做 BE 了。你要 Aura Bands 有这么多的见证，是不是很容易分享？有这么多的人用到很好，是不是很容易讲？如果有人跟你讲，哎呦，这样多人穿了，我没有得卖了，哈，就是这样多人穿了，你才很容易卖，很好分享。如果那个产品呢，没有人分享，没有人卖，没有人穿得好的话，那个才更难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产品是非常非常好，然后也很容易的去让大家去分享了。再加上啦，你想象啦，一个好的产品，有好的公司的话，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制度啊。好的制度是什么？刚才我们的这个李主播，对不对？我们的婉贤有在他的这个 live 呢讲了两个基金，就是我们的这个汽车基金和房屋基金吗？我看了他的 live， 我有点爆笑，因为我在想他要讲什么基金。他在前面一直讲那个基金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他要讲什么基金。原来他要讲的是汽车基金和房屋基金，我就真的是一直在笑。真的，我们真的是有房屋基金和汽车基金，所以你看哦，我们的这个制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很透明很公平的这个制度了。所以在制度这方面呢，我不方便在这里透露太多的数据，因为我们都讲嘛，讲钱是很敏感的。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去观察，也可以去问的。很多公司他都会讲他的制度很赚钱，他的公司很赚钱，他的公司有多好，他不可能跟你讲哦，哎呀，那个制度不赚钱所以叫你来做，不可能的，都一定是这样讲的嘛。但是要看一个东西，第一个，有多少人做到，在这个制度里面有多少个人做到，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些做到的人他们能够做多久，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在里面做到的人是怎样的人，是不是只有厉害的人才可以做到？不是哦，哈。所以我们问这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制度是否真的是公平，是否真的是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然后怎样的人能够做到。所以在 BE 啊，我先不讲这么多人啊，BE 啊，我跟你讲，真是很多很多领袖啊，很多很多很出色很出色的领袖，尤其是在这个 pandemic 啊，在这个 online 的这个更多。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有时啊，一下子闪神没有看到一下面子说，就有新的领袖冒出来了，然后我来不及认识，我还问，诶，这是谁？这是谁？诶，新的 ambassador， 哈，这个是谁？哇，这个是文莱的 celebrity， 哇，这个是又是哪个 celebrity？ 哇，这个又是哪个大弟？哇，这个就是，哇，这个是家庭主妇，哇，这个是都有不同身份的人，有很多，在这个 pandemic 有太多了，你看，所以你想啦，是不是有不同的人做到才有趣嘛？然后一直有新人做到才更有趣嘛？对不对？这才叫做机会嘛？永远都是旧的一帮人做到，就这就不叫机会了嘛？对吗？这就是机会，机会就是没有跟时间、没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之下，无论你在什么时间进来，无论你在什么时间开始，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市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但是你们能不能够借助 B 的这个机会去开拓你的市场，开拓你的这个组织是很重要的。借助我们的这个 Aura Bands 这一个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然后开拓建立组织，然后让你能够拿完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在线上看到的这我们的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九大利益，就是我们的 9 bonuses。除了这 9 bonuses， 我在两天前做的这一个 live 里面有讲到了我们的土耳其，对不对？我们的旅行啊，我们的 product voucher 啊，我们的上课啊，我们的这个 system training 啊，还有其他 etc 的，对不对？是 extra 的，没有在这个九大啊，这个九大 bonuses 里面的公司 extra 给我们的。所以我跟你讲哦，做 BE 哦真的是很好，唯一的不好哦就是哦
比对传销商太好，对领袖太好，这就是真的是唯一的不好。因为我当对领袖太好的时候，领袖就很容易变笨，对吧？这是我的没啊。那希望Founder看到我的这个 life 不会拿掉这一个所有对领袖的好啊。像领袖们是不是继续的努力，继续把好的东西分享给身边的人？所以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么好的机会要不断的分享，不断的分享，大量的分享。然后有一些人也许会觉得，有这么你们真的是这么好的咩？你们真的是这么好的咩？是不是有什么 advantage 啊？我昨天有感而发的 post 一个面子书 ，post 这个 Facebook 呢，就是我很想要讲，有感而发，是因为我最近都见很多的新人，然后我见新人过后的结果呢，就是当然有些人接受鼻翼咯，当然也有人不接受鼻翼，然后不接受鼻翼，我其实也是很奇怪的，为什么他不接受呢？鼻翼这么好哦。其实我一直想哦，当然整个外面的局势，听到外面的形势啊，都是负面比较多嘛。这样当然用负面的心态和负面的角度去评论我们的机会呢，就肯定是看到的是负面的咯。然后但是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哦，你用负面的角度看 BE 肯定是不好的嘛，你可不可以用正面积极打开心来看 BE 呢？ BE 都这么好，不要总是觉得每个人都要拿你的 advantage 啊，我们真的是分享一个好的机会啊。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有 advantage 的话，其实你就已经是符合条件哦，成为其中一个领袖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的感触啊，我的有感而发，就是我们真的是有经历过啊，我们真的是那18个月哦，就是因为没有好的公司，就是没有我们跟着Founder了，但是没有好的公司，没有好的制度，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去保护我们，然后面对那一种挑战哦，明天不知道要怎样，不懂要怎样跟别人分享一个好的机会啊，不懂啊。然后我们那种无助，我们能够体会和深深的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很珍惜 BE 的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真的是黄金机会 ，golden opportunity。如果你真的是看到这个机会，它绝对是一个黄金机会；如果你看不到这个机会的话，那它绝对不是一个机会咯，对不对？所以很重要的哇。所以第三个，我是不是36分钟了 ？OK， 好。我再继续讲，如果大家能够留在线上听我讲的话，那我就因为我看到线上还有接近50个人在听，所以我就继续的讲。所以你看呢，我们很重要的嘛，我们有一个好的产品，好的制度，然后有一个公司，其实这三大理由就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机会。继续讲的话，这样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做生意也好了，打工也好了，我们最怕的就是 office politics 了，打工的这个文化不好了，就是公司的这些公司里面的企业文化不好了等等。有没有好的企业文化？有的，但是很少，对不对？要非常非常大的这些企业呢，才会有很好的这个企业文化，而且很多很好企业文化的这些公司，他们都能够传承了。但是在这一个在现在的这一个情况呢，基本上要遇到很好的这个企业文化的公司是很少了。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哦，很重要的就是，像我要讲到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看到 BE 的这个整个的企业文化呢。看 BE 的 founder 在做什么？其实我们的企业文化呢，我就先讲这个吧。founder 在一开始就一直在带动我们什么？带动我们感恩的文化，带动我们一家人的文化，带动我们回馈社会，带动我们哦，不要穷到只剩下钱，带动我们三个 H， 带动我们哦，以人为本，带动我们哦，以家为本，你明白吗？上线如父母，下线如孩子，旁线为如兄弟姐妹的这一种文化，以家为本，一家人。所以你看到 founder 从一开始第一天哦 ，BE 开始的第一天哦，我们就开始在做了，我们就开始在带动了。如果第一次做这些慈善活动 ，maybe 就是宣传了等等，但是不需要，我们的 founder 真的是从开始，然后就一直带领着我们做从我们的这个。World Vision， 然后到这个雅雅山江东，然后到这个雅雅山新秋，然后在这个是我分享给大家给大家看的这些照片，是最近最靠近我们的这一个这2020年、2021年的这些 CSR 的活动，然后然后公司其实做很多的 CSR 了。如果你找 BE International CSR， 然后带着我们做这个 BE Run， 然后 BE Run 也是跟这个格米浪。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让他们有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沙拉班啊，还有 uniform 的这个等等啊。所以其实你看哦，我都有一点，
我都有一点，然后我都有一点啊 lost count 啊，到底 B 做了多少的这一些 CSR 活动啊？所以 founder 是一直以身带动的，这是我们的 founder president Mr. R 李学生，还有我们的 executive director Miss 侯慧君，也是我们的 founder 之一哦。我们还有一个 founder Miss Karen Leong， 所以我们的 founder 是一直的。我给大家看的是最 latest 啦。我先不讲2018、2019、2020，这是2020、2021、2020的这个最靠近我们的这些 CSR 活动。所以你看呢，我们不是只是讲罢了啊，公司一直都在做，然后我们的 founder 一直带着我们在做，然后领袖也在组织里面一直不断带动的去做，然后这个感恩的这个文化，一家人的文化，为什么每一个人进到来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舒服的感觉，不会觉得臭同味啊，然后很讲来讲去都是钱啊，没有的。其实你进来我们的 Zoom Party 啦，进来我们的，哎呀，看我们的 Live 也是知道的，看我们的 Live 我就知道哦，我们这些领袖的那种，你知道吗？那种和谐程度，不是和谐程度，就是我们那种，我们那种要讲一讲的那种，就是没有 politic 哦，就是没有咯。你看啊，给大家看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活动。你看，哎，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放这张照片？其实有这么多的照片，我放这张照片是因为在台上每一个在跳舞的这一些领袖，在带动团康啦、跳舞啦、喊口号的，都是 RCC、RCCA 啊，都是 BE 最高聘的领袖啊。然后看到吗？他们都是哎，原本都是有些是 business owner， 有些是 coach 啊，有一些是这一些之前是卖糕点的 Andy， 都是我们的 RCCA 等等啊。你看到吗？啊，看到吗？那个 Christine Chu 在后面，那是家庭主妇。通过一些照片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照片，去我们的官方，去我们的这个面子书，去看我们的照片。这些照片我都是从那边哦去选出来的，因为公司拍的照片特别美。然后我已经很难从我的 hard disk， 我从 hard disk 我真的是我要 share 很多很多，我一直 load 一直 load 一直 load 就很多，太多了。你看，很美啊！我觉得这些照片很美，我觉得照片很喜欢，然后很温馨，在照片就可以感受得到了。这张全部穿黄色衣的哦，这个是我们马来文的 BE Camp 哦，是我们第一场的马来文 BE Camp 哦。所以你看 BE 就是不分种族、不分背景、不分国籍、不分肤色、不分你我，就大家就是在一起就对了。你看，就是一辈子一群人在一起就对了，是吗？这就是一家人的文化。想让大家深深的感受得到，真的讲真的很难跟你讲的。我觉得你进来看，你进来学，你进来感受，你就明白，你就可以知道。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边有人教你，你不用怕来到这里没有人教，这里有人教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课程，让大家去学习，让大家去成长。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些因素，一些很重要的这一些支柱，让我们呢去 support 我们怎样去选择一个好的机会。哦，原来我看到很多你们的 comment 在下面，哦，建伟一直有在 comment 呢，满满的回忆，以人为本，对对对。哎 ，sorry， 我没有看到你们的 comment， 因为刚好那个 iconic 在旁边。OK， 好，在 comment 的都是我们 BE 的领袖，所以你看啊，如果你今天路过经过，你都可以去找我们的领袖啊，去了解，去问这些一直带朋友的这些领袖，问他们真的 BE 讲好没？真的 BE 讲做，你做到怎样？你跟我讲 BE 有多好？你问我呢？你做 BE 多久？你为什么选择 BE？千万不要问我们的领袖哦，你在 BE 赚多少钱，你知道吗？哎呦，这问题很排险，你知道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讲太多又不是很好嘛，对不对？讲太少又影响你嘛，对吧？但是我觉得都不会少了啦。所以我讲哦，千万不要问哦，应该要问的就是你为什么做 BE， 你为什么做 BE？ 每个人都有做 BE 的理由的。然后他看到 BE 什么东西，你就可以哦，真的是三言两语讲不完，对不对？真的哦，最后了啦。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系统教育的体系呢，是所有的讲师，这些可以教你的领袖呢，这些领袖呢，我们都是实战的经验呢，并不是在外面请讲师进来，不是，大家都有实战的经验，大家都是实力的领袖，而且去到哪里都可以统一的一个系统教育哦，让我们去学习哦，这个对我们哦创业的人有什么好处？很重要的，叫做什么？你看呢，我香港的啦，印尼的啦，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啊，他学同一个教育系统啊，所以是很重要的。
然后大家不会有七个步骤啦八个步骤啦讲去做啦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所以、哦、让我们在建立组织、哦、很放心很简单所以是很重要所以学习教育我们在这里有这个系统教育去教大家然后呢最后的最后哇45分钟了 OK 这个有点长最后的最后了 OK 最后的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呢就是我们有科技 BE 我们都是用科技去带动去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环境呢可以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学习要讲讲呢去开发我们有 social media 就好像大家都在看这 live 嘛我们用 social media 去开发组织啦去建立组织啦去讲机会啦去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机会是怎样的机会听到 Be 国际是一个怎样的这个机会听到我们的产品怎样帮助到人然后呢我们用 Be for you 我们有一个单一的这个 Be for you 哦只要你是 IBO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 Be for you 下单然后呢很简单的我们用 Be For You 下单啊有我的天啊你知道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apps 来的为什么因为简单你只要有 apps 罢了真的是一机在手你有 login 你自己的 ID 对不对一 login 了过后是你就进去下单然后有所有的 resources 哦然后那个人要的话就寄到他的家又不用你送又不用你收钱就不会有金钱的纠纷就不会有金钱的 conflict 又不用怕人家拿了你的钱没有送到货给你对不对最公平的交易最公平的就是用 Be For You 最安全的交易就是用 Be For You 所以我很喜欢我们的这个 apps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apps Be For You 哈然后我们结合了这个什么我们 social media 我们的 Be For You 我们有这一个我们用这个我们有 e-learning 我们有 zoom class 等等的这些结合所有的因素让大家能够呢轻松的创业让大家能够轻松的创业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的所以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业是不是非常的简单现在疫情很多人都在很多市场上有不同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还在看着选择着一个副业或者是看这一个机会或者是要投资这个那个的好了我觉得不要随便的去选择也不要随便的去做决定认真的来看 BE 认真的来看 BE 我可以 guarantee warranty plus chop 啊 BE 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公司 BE 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公司很有诚意的在栽培领袖有时候啊很多时候了不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啊我们的那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源不断的这一种感动源源不断的这种 passion 啊都是来自 BE 公司整个公司的这个诚意让我们真为领袖的我们能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然后可以非常的没有担心的在分享这个机会分享产品分享机会把产品分享出去把人牵进来然后建立组织把人牵进来把产品卖出去然后建立组织然后你要建立哪一个国家的组织都没有问题你知道吗你要开发新加坡可以你要开发文莱可以你要开发印尼可以你要开发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问题你知道吗 BE 还很新你知道吗你想想这个是一个奖的机会是不是一个超级流口水的机会如果你真的看到的话你就真的认真的做你真的看到的话你就不要马马虎虎的做就不要爽爽的做就不要随便做要认真的做 BE 的这个机会绝对能够让你哦改变你的一生我今天不能够跟大家真的是一一的在讲但是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关注所有 BE 领袖的这些 MB Life 面子书然后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是 TikTok 等等很多的领袖都在分享我们领袖的故事听一个不够听两个不够听三个不够听够三十个听够五十个总有一个故事能够感动你总有一个故事能够启发你让你看到 BE 的这个机会和潜能 OK 今天我的 live 是真的是有稍微一点长但是呢我又不能够讲一半不讲一半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呢要很认真的讲绝对不能三言两语随便的讲但是我也是很希望我可以快快的讲啦但是我希望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啦也是真的是整个 BE 机会里面的冰山一角罢了在 BE 里面感动的事情哦每一天都有很多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很多
我们只是看见证罢了，就已经可以很感动了，你知道？然后我们只是看这一些领袖的蜕变呢，我们就可以很感动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很多，所以一个能够让你一直保持自己的初心，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的感动的一个事业，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业？一直能够让我们能够开心的分享，快乐的分享，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绝对是。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能够做这一个明智的选择了，对不对？所以路过经过绝对不要错过 BE 的这一个机会。所以我分享到这里了，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线上有50个人没有下过线，非常感恩，非常谢谢珍惜 BE 的这个机会，拜，谢谢大家，拜拜拜拜。